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哋又见面喎，你一见我就发啦。係呀，喺呢处呢我将同大家澄清嚟讲呢一样嘢啦。乜嘢澄清乜嘢呢？因为呢头先我接到呢个信息嚟讲呢，佢哋喺呢个网上嘅平台呀，即是呢个赌博嘅网上平台呢，用我嘅肖像呢就打广告。大家睇到好清楚啦。其实呢我呢就冇去参与呢一样嘢嘅。希望大家呢 fans 呢要留意一下，因为有人盗用我的肖像来打广告，在赌博平台打广告。因为一路来呢我不参与呢这些赌博平台帮他打广告的。希望大家要小心，因为我也会保留法律上的追究，因为他们真的这样用我的肖像将我的面蒙了，但是明显看是我的样子来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小心啊，以免受骗啊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呢都是用我的肖像啊用我的名字啊在外面呢行骗，也是很多。有些呢还是在个 Shopee 和 Lazada 呢卖我的产品啊，所以你们大家要小心以免上当。所以我要澄清，我没有参与任何赌博的平台的宣传，同埋呢啊即是讲关于啊好多即是话斋，总之是赌博啦，我是冇参与嘅啊，所以啊网上又好，私底下又好，啊商业又好，我是唔会参与呢啲赌博嘅平台嘅，希望大家明白。好啦，同大家讲到咁多先，要记得啦 ，OK， 拜拜。